我就改了，就是没意思，然后又改词儿。佳琪，你要有点幸福。倪虹姐，姐姐来了不能加词儿，不能说，听我的，抢到那边了。哎，你不问我了吗？这件是不是好看？很难看，就是因为对白不精准。我在那里看，我基本上想睡着了，已经真的想睡着。你们都不在一个演戏系统里面，自己演自己，看着你们的词儿不要加，不要改了。爱情的东西是拥抱之妻的，他是他老公。姐夫，你不出差了吗？我常听我老公说起你，他一直把你当成亲妹妹看待。他不止把我当妹妹看，还说我是个小棉袄呢。姐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出轨了？你为什么不离婚啊？你到底爱不爱他？整个剧作我觉得非常完整，今天看到了，这是我觉得最感动的一个表演。我觉得你们都完成的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不喜欢这个作品，表演不是只是说台词，很多的表演更多的是感受，是动作。你们戏是有问题，大家是客气了，我早一点来评论你们好了，不需要他评论。